的有开始 feel 到了吗？其实还不会，是蛮淡定的。真的吗？因为在这个阶段呢、啊，可以做的就已经做了，是，所以现在就把电影交给大家。一开始是很没有信心，因为从来都没有演过戏，然后忽然间就来演一个电影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敬佩啊，因为不简单。做导演，我也很想做导演，看到他做导演之后，我的那团火灭了一半吧。在开拍之前有一整个月在训练，然后曾妹妹大哥、朱润大哥，还有伊恩又在教我，说慢慢来。就是在一段日子之下学习一下，就很兴奋了，就越开心。是导演跟这个朱润大哥是好，计时开始。5-4，险胜！来，现场朋友，谢谢 YP 的同学。Cool。大家好，我是再见巨人的金苗队。6月19号再见巨人全岛上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